精灵宝可梦诞生20周年纪念之作，大人小朋友可以再一次目睹。我多自救啦，皮卡丘！小智同皮卡丘等宝可梦嘅相遇，第一次冒险，第一次对战，第一次感动。我一定会好好咁保护你噶，收服到宝可梦啦！剧场版《精灵宝可梦》就决定是你了，星期日中午12点，澳门综艺频道。